一日有偌多人经过，会带点心内的有几个，美满用啥做，希望用啥做，有一个人一直教我安怎找。阿爸讲的话，几句真言藏在心底，初初一时惊未明白，日子飞过慢慢体会。阿爸讲的话，认真打拼勤俭好礼，所有酸涩不是坎坷，只是磨练。你我行过的路，真心感受的好，父母的温暖，不管多久犹原烧。做人做事的路，生命生活的苦，良心善心照出一片光明前途。岁月有爱，看到美丽，人间有缘，才来相会。哦，这风景真水的呢。哎，阿文啊，来来来，来个阿伯翕张相。哦哦哦。爸，我翕相啊！来，等等，好来。哦，这是要来看我家。来，来，来，快去，快去。这边。好，好啊啦，卖翕啊啦！你安尼沿路看，沿路的风景水，啊，规迄规路安尼翕袂新咯，哈。嗯，要哪会新啦？这风景哦，这么水，啊，出来这道就是爱翕相啊。咱若无翕相，嘿，阿女也免啊，知影讲吼，咱后生带咱去倒位啊佚佗，啊，唔知啊，知影讲咱这个后生外有好就好啦。阿哥啊，你看我的衫，嘿，我这新衫嘞，偌水的，咱若无翕，咪足可惜的。讲到你的新衫啦，啊，你嘛较拜托嘞，咱的衫裤有够行穿就好啊，唔通定定咧买新衫啦。阿哥有啦，有花啊呢，啊，穿甲咧花里弄鸟，嘿，无适合你啦。嗯，什么嘞无适合？安尼足适合我呀！伤花啦，做阿妈咱唔得穿啊较素咧。什么咧较素啊？我咧讲，我就是介意安尼啦。这哦，安尼花的花红红，迄穿起吼，唔知会愈少年愈水。嗯嗯。好文啊，过来遮，甲阿母阁翕者。哦哦哦好好，来我来翕相啊。这边哦，这边哦。这边这边。来，好来，阿母来看我遮。哎，来个，好啊啦，卖戏吧啦。打你啦，又够烦呢。来来，给来给。有啦有啦，来来，搁一张啊。嘿，我还有两行菜吼，还袂煮出来呢。嗯。好闻啊，你去找我问看卖。那遐久还袂煮出来啦？哦好，好文啊，你甲灶下讲哦，迄两样菜若还袂煮，莫煮啊。嗯，我迄两样菜拢我爱食啊。到底有遮尼济项啊？紧诶，你甲灶下讲啊，免煮啊。什么咧免煮啊？我喊你出来，啊我点诶，我当然要食啊。遮尼济菜，咱三个人食袂完啊。食袂完吼，我会当包转来，我另工再搁食。我都爱食，你都给我食嘛。你若爱食啥，你就点啥物。你无感觉足讨债个？啊，你哪会拢安尼哈？啊，你厝内底要念，啊，厝内外口你也念，真正足杂个。阿母，我嘛感觉吼，阿爸讲了无唔对呢。咱三个人吼，点遮个菜，唔要较济淡薄。啊，较济是安怎啦？我甲恁阿爸，我喊你出来佚佗，咱就爱佚佗啊，欢喜，食啊，欢喜。好
我来，你赶紧问看卖啊，看看迄菜偌久会送过来，哈。哦，好啦。哎呀，就这好啦。免啦，你食你的，我讲。 阿爸最近身体安怎？啊，伊拢顾得疼。有较好啊啦，行路吼，莫行遐紧，啊动作吼较慢嘞，就袂疼啦。我知影啦。啊，好无啦，阿爸甲视频陈泽哦，拢约好啊。啊，讲是迄个歌哦，特别去台北佚佗啦。啊，过年时阵，我想要阿爸阿母哦，伫遮过年，啊过年煞。 我才带阿爸去朋友伊先看。好啦，那呢哦，我才找时间安排阿爸去你台北啦。那阿爸的代志，我得拜托你哦。啊，对啦，阿爸有甲我讲，讲你带伊出去耍，安尼敢出去啊？有啦，即几工哦，我带阿爸阿母哦去几个海所在佚佗呢。前几工哦，佮带伊去香港啊。去香港哦？对啊，去买红苹果甲土豆糖啊。阿爸讲哦，细汉的时阵就常爱学手艺啊。阿伯啊哦。 才开始咧卖红苹果甲土豆糖啊，弟啊，我甲你讲哦，遐物件哦，真正足好食的呢，啊，迄滋味哦，甲阿爸做的同款同款啊。那恁阿爸食红苹果，阿佫有土豆糖，阿袂想要传喜的。对啊，阿爸哦，佫买足济顿来呢，交代我哦，咱大家兄弟姊妹哦，拢爱寄出去啦。啊，你的哦，我已经寄出去啊，应该几日工就收有啊哦。那恁甲阿爸哦，替我甲说多谢。好啦，啊对啦。 明仔我甲你讲哦，即几工啊出去哦，阿母哦穿甲有够芳的啦，啊不要紧啦，阿母欢喜就好啊。是啦，啊带伊两个出去佚佗哦，是种欢喜的无毋对啦。啊不过哦，因两个哦嘛定定在那冤家呢。冤家？啊谁那冤家啊？啊就阿爸哦，嫌阿母穿的衫啦，毋是伤红哦，就是伤芳啦。啊最主要哦，是大概伊拢要穿新的啦。啊啊，搁有啦。 啊，出去食物件哦，阿母毋是拢爱食上好的吗？啊，大概点点几多哦，阿爸就认为啊，阿母伤过偷济啊。阿爸个性哦，不管是食是穿的吼，都嘛比较简单啊。是啊，不过阿母哦，伊就坚持要穿新衫，食甲澎湃的啦。啊，两个人哦，就是为着这代志，慢慢咧冤家。哎，阿爸身体无好，啊人较无爽快，恁大家哦，得较听伊的啦。 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阿母讲啊，不过阿母就讲哦，我徛咧啊，阿爸遐哦替伊讲话啦，伊无欢喜呢。哎，弟啊，阿爸你好无？你找一个时间哦，打电话同阿爸母讲，哦，你甲讲哦，食的物件哦，简单就好啊，莫阁穿新衫啦。阿伯啊，阿母个性你也是唔知影，就算讲我讲哦，伊嘛不一定听会入耳啊。 就顶过来台北啊，阿伟就这个代志，佫也着顶误会啊，毋才受气转去哪边，恁都是你啦。阿母，伊较听你，你若到甲阿母讲，我定伫阿母，我听会入去嘞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阿母，我则找时间甲阿母讲看卖啊。好，那你坐哦，来拜托你哦。袂啦，啊，无啥代志，你去陪阿爸甲阿母。 好啦好啦，明仔日你无闲，先安尼哦，好。好无啦？哎，好，这间的餐厅的菜吼，真正足好食的呢，你也会记得吼，后早佫带阮来吃哦。好啦好啦，爸，啊你身体若感觉袂忝哦，啊无我佫带你来另外一位试试，好无？ 我要倒来厝的啦，拄食饱，然后有遐紧转去啦，好无啦？啊，咱过来别位佚佗。无啦，啊，不过阿爸伊就讲，哎呦，啊，本来咱就爱带恁阿爸，遐四界行行的，唔通爱规工窝咧出来底，迄心火唔才会开，唔才会较紧哦，恢复健康。随便咱早转去，咱过来别位佚佗，哈。好啦，阿爸，啊无，咱过来一个所在行行的，哦，啊，明仔载来转啊。好，来来。这里。好，倒来。
好，谢谢。阿爸，阿爸，这风景袂歹呢，我带你过来遐翕一张相好不好？爸，你是不是腰咧疼，还是伤忝了？拢无啦，无。不过你中昼食饱了，我看你拢唔讲话呢，阿爸。 你若是人艰苦吼，腰疼嘛是疼嘛，你一定爱讲，你唔通家己忍掉的呢。我着讲过啊，我嘛毋是腰疼，啊嘛毋是人伤忝嘛，我是郁卒啦。丁啊，你郁卒，啊恁后生带恁欢欢喜喜出来佚佗，你是咧郁卒安怎啦？后生带我出来佚佗，我是足欢喜的，啊，不过中昼迄顿，我是食到足无欢喜的。咱只三个人尔呢。 啊！你叫菜，啊大盘细盘叫到一大堆啦哈！你敢无感觉做离谱的？啊是离谱安怎啦？啊中昼食饭的时阵，我咪叫餐厅服务生，甲爱食剩的安尼包包的，才等爱厝的。啊，真几工才包一大包嘞，今仔去包遐尼济，哪食会完啦？啊，到尾也毋是咧冰咧冰箱咧冰到海去。啊，若真正海，单条就好啊。单条就好啊，迄拢钱买的呢。 你安尼敢咪受过浪费哈？哎呦，我你是安怎啊？我就想讲要食一个我爱食的物件，安尼叫做浪费哦。你无想讲咱较早的时阵？好啊，我知影你要讲啥物货。伊要佫讲哦，较早的时阵哦，大家拢足艰苦的哈，啊拢足欠的，三顿拢食无好，啊即摆有钱啊啦，但食一个较好嘞，啊想要食啥就尽量食啦，啊对无？我安尼讲那唔对啦。 我甲你讲啦，迄天公伯啊，敢若会疼惜会晓勤俭，啊认真做工课的人，啊咱较早吼，就是遐尼俭啦，遐尼骨力拍拼，即嘛身躯唔只有一寡钱，通享受一下清福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想要食啥就食啥，安尼毋只叫做享清福，安若像你吼，啊啥物货拢爱俭甲安尼，安尼叫做享清福哦。你的观念哪会安尼哈？咱若是讲成功啊？ 啊，倒袂记你讲哦，爱勤俭，爱认真拍拼，哦，天公伯啊哦，干那互咱一摆两摆机会尔，伊袂互咱真济机会啦。啊，毋通有一工失败啊哦，才咧后悔讲，哎呀，当初时哦，咱毋较勤俭咧，较认真拍拼咧，到迄个时阵就袂赴啊啦。你讲这方，我拢不爱听啦。你无爱听，我也是要讲啦。迄后生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就你较早来讲啦，咱即摆就成功啊哦，啊，趁有钱啊哦。 啊，就爱食一个较澎湃的啦。啊，就是安尼哦，逐逝你若去高雄，福星啊甲秀敏啊，拢穿足青草互你食。年过月深哦，福星啊咧交一个应酬，就拢变海派起来啊啦。哎，丁啊，这是个人观念的问题啦。啊，人福星吼有伊的做法甲看法，啊，咧外口应酬本来就爱较海派，啊，若无哦，会死人看轻，你知无？啊，福星即摆有钱，啊，食一个较好的，是安怎袂用的啊？ 干那你啦，规工哦，欸，俭俭俭啊，挂咧嘴边，啊，一点嘛都唔知影讲哦，是要安怎享受人生。享受人生的方法嘛足侪种的啊，敢唔就一定要讨债哈？哦，你讲人个福全也就好啊啦，伊个事业嘛做甲真成功啊，啊人福全啊，甲迄玉珍啊，两个翁仔某，唔是同款遐尼轻俭，啊伊嘛是日子过甲遐尼快乐，遐尼满足啊。安尼我搁借问你吼。 啊，你食甲遮简单，啊，身体有火倒去。啊，你若咧比啦，迄我是哦，较早一工干，日时哦，就爱去卖方便糕，三更半暝就爱去掠鱼，我是伤过操劳，我腰骨毋只会无好。哦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啊，你较早做较济，我做较少咯。啊，我讲安尼讲。好啊，好啊，莫阁讲过去啊啦。反正吼，你有你的看法，啊，我有我的想法，啊，咱两个哦互相尊重。 你阁讲啥物吼？我拢唔爱听啦。好啦好啦，阿母，我真正感觉阿爸讲的较有道理啦。你即摆是安怎？啊？你讲你阿爸讲的话较有道理哦。哎，丁啊，哦，你是用啥物胡子水，互恁后生啉啊？我拢我伫迄边呢。你遐想着咧，我无爱甲你讲啊。 啊！你若要翕相哦，去去翕翕的啦，啊，通好来转啦。阿文啊，我甲阿母吼结婚规定啊，阿爸恁阿爸要转去啊。哦。
阿爸，我来翕相。加加。啊，加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快快快快快。哦，快快去电话，来，地雷哦，地雷哦，啊，甲爸爸，快甲阿爸翕一张啊啦，行啦，我搁翕一张啊，哈，你答应我，不要紧啦，我都无爱翕相机咧，来啦，哦，就因导的啦，来一张啊，好来，福全，连咪要休寒，你是不是爱敲一个电话给阿爸，看伊当时要起来台北啊？好，我即马就敲。啊对了，你先算问阿爸母吼，看过年想要去倒位佚佗，啊想要食啥，安尼我好好做安排啊。好啦。进前工程你好，好文哦，我拄啊，特别靠好你尔啦。我想要问你讲哦，阿爸，若是要去台北啊，啊囡仔伊要歇寒啊。阿爸已经困去安尼，明仔再找时间问伊好不好？我顺续要问你啦。啊！你帮忙看阿爸因啊，啊个阿母，伊想要去什么所在？啊，伊想要食啥物件？啊，你我先事先安排啦。好啊，我明仔载哦，顺续做伙问啊。啊，好问。啊，你敲电话啥物代志啊？林啊，李叔有伫咧无？啊，有啊，伊有伫遮。啊，是安怎？我想有一寡代志哦，要甲李叔讲啦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哦，好问啊。喂，好问啊。你娘讲你有代志出来，什么代志啊？李叔，失礼啦。失礼。你想哪搞回失礼啊？李叔，这声失礼哦，是我代替阿母跟你讲的啦。好文。李叔，你听我讲啦，这阵啊哦，我定下带阿爸阿母出去佚佗，我嘛看到哦，阿爸阿母为着这个代志哦，他们咧起冤家啦。阿爸有咧讲啊，伊讲哦，天公伯啊，会甲勤俭的人斗相共啊。阿爸佫有讲啊，伊讲亲像李兄佮李嫂，恁事业做甲遐尼成功，啊，毋过生活哦，同款足勤俭的，啊，日子啊，嘛是过了足快乐、足满足的。我感觉哦，阿爸讲的话是对的啦。毋过阿母哦，对李嫂一直有误解，所以我会踮遮代替阿母，甲你讲一声实话啦。阿文，你免替阿母搞坏失礼啦，是我有做无好的所在，才让阿母无欢喜啊。不是啦，阿爸有讲啊，李嫂哦，你是一个足好的媳妇，我嘛感觉李嫂哦，你是一个足好的兄嫂。只不过哦，我对李嫂我嘛感觉足歹势，我嘛要甲你讲一声失礼啦。啊，你想哪去搞坏失礼啊？李嫂。其实之前我咧所做工课的时阵，为着要填赖上，甲好好的头路辞掉，当个拿边，害你叫阿母误解，这件代志哦，其实我一直下咧心肝内足侪年的。哎呦，这时间拢过啊尼久啊，你哪个提起这件代志啊？无唔对啦，这件代志哦是过了足久的，啊不过阿母嘛因为这件代志误会你足久的啊。我一直无机会哦，甲母解释啦。对这件代志，我真正感觉足歹势，埋在我心肝内几啊年。所以哦，我即马一定爱打电话甲你讲是真歹势。李嫂，失礼啦。好文啊，多谢你甲我回失礼，我接受啦。时间拢过啊年久啊，你着卖放伫心肝内，阿妈唔通甲母解释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李嫂。多谢你对我的谅解哦。好啊，我看时间即摆嘛真晏，安尼我就无爱阁加讲啊。李嫂，你较早休困咧。嗯，好啊，你嘛较早休困咧。再见。就定啦。好文啥物甲你回信咧啊？好文讲，因为食物件的代志哦，我予阿母误会，伊代替阿母甲我回信咧啦。好文即毛变甲做歹代志诶。阿哥有你听我讲，我感觉好文哦，真正改变足济啊。啊是安怎讲？伊讲吼，伊当初为着要停赖上啊，啊甲所有诶工课遐辞掉，啊倒去哪边，华母安尼甲我误会，感觉足歹势。伊真正安尼讲？嗯，我想哦，好文一定想通哦，知影虾米是对，虾米是唔对，才甲我回信咧啊。
我感觉吼，伊真正改变足多安尼。是啦，我真正替好文足欢喜的。伊即马变成一个哦，做把代志的查甫人，有担当，有想法，真正足好诶。我嘛替伊足欢喜。阿婆，你今仔？阿婆，三妹弟兄哦，有打电话来。伊问讲哦，恁过年去台北的时阵，有想要特别去倒位佚佗无？无啦，啊，随在看恁二兄要安怎安排啦。安尼哦，啊，阿是哦，我来问阿爸，看伊有特别想要去倒位佚佗无？好。好啊。哎，好无啦，等等你。好啦，什么代志啊？我问你哦，啊，你昨暗是不是甲恁二叔讲电话？是啊，安怎样？啊。我来听伊讲，你多谢伊谅解，啊，你也无得要去绿顶啊，哪着爱谅解哩？其实这件代志哦，我是想要甲你讲，我们找无机会啊。既然阿母你问啊哦，我就甲你讲啊。阿母，你会记袂？迄当啊，我是毋是咧苏林啊迄边咧做水电？其实李嫂哦对我足好个啦，啊嘛是因为林啊甲李嫂哦遐尼关心我啦。所以我的水电哦，才做了袂歹啊。遐着搁讲哦，啊，你二叔时阵本来水电就做了真好，是你二兄哦对你真好，恁二叔对你无好，你才会是一顿来拿兵。其实毋是安尼啦，我当下哦会怎个拿兵，是因为我咧工地做的时阵，迄个工地主任赖上啊，定定就我出去啉烧酒啦，啊二兄哦。就是惊会影响到我做工课啊，所以甲赖上死头路啦。啊，我为着要听伊，我嘛跟咧死头路，才走倒来那边。啊，你较早都毋是安尼讲的啊？我迄当啊，就惊阿爸甲念啦，所以我就毋敢老实话讲啊。啊，我嘛知影阿母哦，你上疼我，所以哦，你才误会，你说对我无好啊。再加上哦，阿水唔是讲爱甲新妇压落底，啊，所以你着一直对李嫂唔是足好个啊。人个阿女爷讲个无唔对，迄新妇吼本来就爱压落底。阿母，啊，像你这哦嫁出去，伊是大汉新妇嘛，对不？对啊。啊，人个大家是唔是对伊足好个？啊，人个小姐啊、小哥啊，敢有甲压落底？无啊，你看。即马哦，因一家伙啊感情足好诶，人个大家大官哦，嘛足惜伊个啊，啊人小叔啊小姑啊嘛是足尊敬伊个，对无？迄是因为恁二姐吼捌代志，会晓照顾大家大官、小叔啊小姑，所以大家毋则遮尔啊疼伊，遮尔尊重伊。阿母，我听你安尼讲，敢若你生拢足好诶，啊别人生就无影较好哦。迄当然诶咯，恁遐个姐姐嫁出去吼，迄大家大家大官拢嘛足欣赏伊。对啦，迄是阿母吼，够看家，甲我遐个姐姐吼，拢教了足好诶。啊，毋过大嫂二嫂嘛是袂歹啊，我感觉阿爸讲诶吼无毋对啦。大嫂吼足好诶，二嫂嘛是一个真罕咧找着好媳妇啦。好问啊，阿母。其实咯，我最近安尼想想的啊，我感觉哦，阿爸讲的话哦，有影较对啦。啊，像之前做唔对的时阵，伊咧甲我念啊，我想想，敢若确实是安尼。啊，阿母，你替我讲话的哦，我感觉唔是遐理想。我你即马是安怎？你是半暝啊食西瓜咧反症哦？阿母疼你，啊，恁阿爸念你。啊！我为你，啊！你即马颠倒讲我为你是较唔对。阿母，我知啦，我知哦，你上惜我啦。不过，我若做唔对代志的时阵哦，你甲我唔对的所在哦，甲我讲出来，啊，我才知影哦，我要倒位来改进啊，我才会当进步啊。啊，我做唔对代志的时阵，你甲阿爸哦，一人讲一款啊。我就想无咧，我到底应该听阿爸讲的话呢，还是阿母讲的话才对？
你当然嘛爱听阿母讲的话。啊，不过，也不过安怎？你若认为吼阿母讲的话唔对，你爱听恁阿爸讲的，你就做你去听。好，阿母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莫搁直接烦我，去无用。安尼，我来问阿爸，看过年时阵想要去倒佚佗，吼。奇怪，啊这灯啊，敢真是摕啥物符仔水给福文啉？啊，若无，伊哪会拢讲因阿爸讲的话才较对？店无开，也拢无少整理一下，一世界啊，惊到死脱了。你啊，喂，哦，是张老板啦。啊好，无啦，啊我即摆吼身体拢安尼好势好势啊，嘿。哦，店哦，店无拍算要开啊咧。啥？你要订货？啊，歹势啦，啊我即摆生意哦，真是拢无咧做啊咧。啊，你要急要爱一批货，啊赶过年前要完工，啊拢欠货，啊一世界拢订无哦。好啦。啊无吼，我店下看卖咧，看有啊无卖完的无，啊那我再送过去啦吼。啊，你免那客气啦，啊过去阮咧做生意哦，你拢足敢照顾的。啊好啦，啊我若找有，我先敲一个电话给你啦吼。好，好，安尼我直接哦先该拜一下早年啦吼，祝你咧新年快乐啦吼。好好好。真是也有嘞。这多代志啊，哪会安尼啦？阿母，卖烦恼啦。头拄仔医生哦，甲阿爸注过射，连咪吼，送你去病房好好检查一下，一定无问题，免烦。我无大病院啦。无啦，阿爸，你听到安尼，有医生好好检查啦。我都无爱啦，带我转来啦。丁啊，你哪会安尼啊？我要倒转去啦，我无大病院咧过年啦，
你若唔带我转去哦，我用爸我家己爸转来啦。无啦，爸，拜托，拜托你莫安尼好无啦。爹啊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安尼伤会搁较严重呢。安尼就带我转来啦。我跋倒的代志哦，干那恁知影尔哦，免讲出去。啊无，我是会生气哦。无啦，爸。不过，伫遐打电话来问，恁当时要去台北的。我做人问哦。嗯。甲讲，哎，甲讲哦，我甲阿母哦，准备要甲阿女也出国去佚佗啦。较慢哦，才去台北啦。阿爸，安尼敢好？有啥物唔好啦？照我话去做就好啊。好，好啦，我知啦。好不啦？我忝啊，你出去啦，我休困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阿爸阿母，安尼我来边啊，有啥物代志一定甲我叫。定啊，弟哦。啊，咱店哦都已经收起来无做啊！你哪落去管老客户的代志啦？我想讲，迄货哦，放咧店也无用，拍算啦。啊，人个老客户都有咧急用，货伊哪有要紧啦？看你啊，拢未过年啊，还阁摔到遮尔啊严重。我想讲，较早咧五百嘛，今日走，哪知讲我怎啊一百尔多？我是爱拢想无呢，人医生就已经讲哦，你即个跋倒较足厉害，若无好好治疗，是会愈来愈严重的。无得靠哦，你即双脚以后无法度行路，啊，嘛有可能。定啊！你以后若是有啥物啥大人底，你是叫我要安怎啦？放心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哎呦，哦！你是一定爱无代志哦。无要紧啦。顶届咱去垦丁佚佗，你有讲过讲要佫带我去耍，你讲话就要讲信用哦。哎呦，你嘛知影。我这个人都上守信用的啊！我答应你的代志吼，我这个叫有数啦。你买了遐面油面干好无？啊，对啦，啊，进前个玉田的老母，唔是有摕一挂啥物过骨头的油草来？啊，无你去炖我食啦。好。我爱炖煲汤，予你啉。啊，你先休困者，吼。先下来就好，这里先看盖子，是挺不好。来，陈泽，妈妈看你来。哦，陈泽，家阿小阿真济啦，搁盖子了，吼。妈妈。妈妈已经放假，有啥物阿公还袂来？对啊，妈妈，我打电话给阿公，好不？嗯，好啦，阿奶，安尼你即马打电话阿公。嗯。阿仔。阿师弟是打电话啥？打电话阿爸，看阿爸当时要去阿台爸爸。喂，我是思平，好不阿姐哦，好不阿姐你好，请问阿公还有伫个？啊，找阿公哦、喔，有阿公甲阿嬷出去呢。啊，你找有啥物代志哦？我拢已经放假，我要问阿公啥物时阵要来台北。哦，阿公甲阿嬷要出国佚佗呢，可能无法度上台北啊哦。爸爸妈妈，好无阿舅哥，阿公甲阿嬷要出国，无法度来台北。哦。视频，等下爸爸。好无啦，你讲阿爸甲阿母要出国佚佗哦？对啦，着今年过年哦，阿爸甲阿母哦要甲阿蕊做伙出国佚佗啦。啊，这个代志我也毋知影啦。
阿爸今仔透早临时决定的啦。啊，这个时阵要出国佚佗，啊，敢袂用等哦，等过年了后，啊，带阿爸去做身体检查，啊，做煞，再带伊去佚佗啦。其实哦，阿瑞哦，正经着招阿爸甲阿母要做伙出国出去佚佗啊。啊，今仔透早哦，阿瑞过来招啊，阿爸就答应啊，所以今年哦。 无法度去你台北过年啊啦。好啦，啊我知影，要紧啦。啊，既然阿爸甲阿母哦，因家落去约好要出国佚佗，啊，着互因先出国佚佗啦。好袂，啊你会记的哦。啊，等因回来，你台北紧甲阿爸带来台北知影无？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好啦，啊无啥呢，你先去保养。哦，好。 阿公袂当，阿公做过年。哦，我最失望的呢。好啦，恁两个哦，莫遐尼失望啦。阿公若倒来，就来看恁啊。啊，到时阮就带阿公去阳明山，搁舞来佚佗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欢喜的啦。加油啊！ 是叫贺文哥载伊来病院好无？我无代志啦。看你安尼啊，佮你讲无代志。大概讲我就无代志，就无代志，你呢？哦，好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你莫遐激动好无？啊？这个啊，咱来去家庭行行好无？好啊，看你想要去倒位。 我叫贺文开车载咱去。袂啦，袂落文载啦。我是咧想讲哦，啊，就甲咱两个来那边啊附近行行就好啦。咱那边的风景哦，确实是真水啦，真正是无对比。 是啊，咱那边的风景哦，本来就足水。水桥啊，较早我若咧讲什么话，你拢是爱甲我争，爱甲我搭嘴讲。啊，毋过哦，有一寡代志，你真正爱听落去，啊嘛爱会记你。 丁啊，你即马是要给我念啥啦？最近啊，若是讲即马，我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互我上烦恼的，上惊袂开口的，是福星啊啦。丁啊，你讲啥物三长两短啊？我不爱听这啦。你不爱听哦。 我嘛是要讲，其实哦，福星啊，较早生意确实是做了袂歹，啊，拢是哦，伤过听信朋友啦，做人哦，伤过海派啊，拢袂晓要存在，毋只会无到即满哦，啊，生意做较了钱，就搁去找福全阿舅。 你莫阁烦恼啊！你身体哦，搁还有较重要啊！哈，你莫插嘴啦！你讲我甲话讲完啦。其实啦，福星啊嘛是一个真友好的囡仔，伊知咱过去哦，生活困苦，啊，所以讲伊趁有钱啊，就希望吼咱这做阿爸阿母的会当食较好，啊，穿较好。 啊，你嘛是真欢喜，福星安尼做。啊，福星啊，一日看你欢喜，伊就更加认为讲，伊安尼做是对的。啊，年久月深哦、喔，
着养成伊款讨债啦、浪费的习惯啦。所以讲哦，今仔日伊会变甲安尼，拢总是咱这做爸的母仔唔对。玲啊，水桥啊，讲真个啦，咱两个哦，自以前哦，都拢应该去甲阻挡啦，叫伊莫安尼遐尼浪费，遐尼讨债。你看人好转啊啦，自较早到今嘛，啊拢是安一步一脚印，唔管讲是食的啦、用的啦，拢会晓要节省。啊，有够通食，有够通用就好啊。啊，所以今仔日成功啊，好运啊，甲好心啊，拄着什么代志，伊唔只会裁掉、甲处理、甲解决。你讲，我安尼讲的话是不是有道理？啊，即摆佮讲着玉珍啊啦，伊真正是一个真好个新妇。伊是一个哦，安尼脚踏实地、啊勤俭朴实个人。你看伊啊，伊家好转啊，安尼来来外外做甲外好，啊，佮有迄两个孙，家家哦，外乖巧，外捌代志，外友好。你是讲啊？像玉珍啊，这款新妇是要倒位找？水桥啊，你当初是吼，跟玉珍啊这个新妇，经历确实实在真丢啦。啊，不过后来你就安耳空听啦，啊，听厝边隔壁都在讲东讲西，啊，对玉珍啊产生误会，对伊有偏见，你家己斟酌想看卖。玉珍哪有什么所在做了不好？我有一句话哦，我之前就讲过啊，今摆我赶快要阁讲一摆啦。你哦去台北的时阵，啊买足侪物件，予思平甲陈泽食，啊买到哦，啊冰箱拢积袂落啦。你安尼哦，好好转来甲玉珍啊，真歹感应啊，你知无？啊，我安尼听孙有啥物唔对啦？听孙唔是安尼听的啦，总是有一个准则啦。啊，就较亲像讲好问啊啦。逐摆我若咧讲伊哦，啊你拢是咧为伊啦，啊你替伊讲话，啊你有好问啊哦，唔知讲家己有啥物所在欠点。啊好佳哉哦，人伊即摆家己知影伊过去做了无好啊，啊你煞继续咧替伊讲话。讲伊较早无啥物唔对，安尼哦，对好文啊颠倒唔好。家在啦，咱好文啊，即卖想通啊，知影讲伊较早确实做了无好个所在，会嫌要改啊。只要若是肯要改哦，永远都袂嫌伤慢啦。所以讲哦，最叫啊，伊个好文啊，若是做了无好个所在，你就一定要甲讲，才袂让好文啊继续唔对落去。水桥啊，你一定要加提起好心啊！做人吼，爱较勤俭朴实嘞，爱较实在嘞，啊唔通哦，想过相信朋友的话。我相信哦，伊若彻底要改进，彻底想通，好好啊要拍拼，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不过哦，你一定要随时提起朋友的话哦，爱想较慎重嘞。啊，唔通想过冲动，就叫啊！我讲的话，你一定要会记，你一定要甲注意好生啊，甲好文啊，这两个囡仔。玲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提醒吼好文甲好生，叫伊以后一定要改进，嘛一定要会记你的话，啊，你莫阁烦恼啊，身体顾啊好较重要啊。水桥啊，我讲这样子话哦，不是要怨叹你啦。你哦，是一个好母，阿妈是一个好老母。你把迄囡仔教甲足好个，阿互咱兄弟姊妹感情哦，拢足好个。伫遮哦，
我真正要多谢你，你辛苦啊。奇怪啊！我那目睭皮哦，一直在跳啊。对，你想哪？我嘛唔知影，我着目睭皮哦，一直在跳。就算讲有跳哦，也是跳一两届尔。也毋过这几天哦，目睭皮一直在跳，啊，一届跳跳几落届啊？决定啦，是不是哪边有啥物代志啊？没啦，若有啥物代志，阿爸阿母就会甲恁讲啊。可能哦，你这阵啊伤累嘛，爱休困，莫想伤济啊。也毋过今仔起来哦，就感觉心肝头怪怪啊。是毋是阿爸人个咧无爽快啊？啊，无你若是袂放心哦，无你就倒去哪边一撮。啊，准讲阿爸身体若无爽快，你一定要带倒来台北医生看。会啦。什么话在对我说，点燃心中的斗志去奋斗，爬上命运的天台，将人生起落。